我今天准备把我们上半年做的腌酸鱼拿出来吃。上去年。去年做的吗？挺肥皂的呀。你背呀、啊、那天来、啊、哇好快呀、啊、原来是去年做的，我一直以为是我们上半年做的，原来是去年的。把手洗干净一下，很香了。你这不拿一边吗？没有一边，都是切断的，好不好？我都切断了。嗯，我再拿一边。看见吗，那个？这节是上面，还有一节是尾巴。我拿一节尾巴吧。嗯，好像我在咽口水啊。没有尾巴那一节，等它底下去。哎呦，拿两坨下来。哇。那拿一坨大大可以啊，够了吧？来，够了。当时鱼。哎呦个！那包汤过来来有点那个啥呢？过来包汤了吧？那个。太好了。这个是我们腌的时间最短的鱼。快一年了。对啊，快一年也短了，我还以为就半年，我的天哪，时间都去哪里了？这个是鲤鱼，这个还要拿一个刀。我觉得我跟我婆婆的手艺绝对很好，这个鱼我也是头一次做，但是我婆婆就不止头一次做。拿一把锤子来敲，给点果，俩都打了，啊，打的亮了呢，啊，滚了，我没亮的，这下好了，切菜的刀都没了，冷淡奶奶，淡奶炖，要去买刀了。被我报废了一个刀，哇，这条好看啊，这条要小一些，光有这个鱼你还不能吃到，你得有工具才能吃到这个腌酸鱼，切它都要一个很大的工程呢。看不见了，看那不好的生的要来尝一下，嗯，你们在呢？不哈不哈，你那这些油呢？嗯，你那那多？嗯，这一条鱼，那是因为那个我们熏的时候熏的太过头了，肉都掉出来了。多节有那啥的，嗯。太多了，太多了。把皮下弄了，我现在把它炒一下，炒一下的话就皮很好吃，这皮好香好香的。现在看起来皮是很硬的呢，我们腌的时候是没有刮皮的，特意就是为了吃这个皮。刮鳞，这皮。啊，鳞。鲤鱼的鳞是软的，知道吗？那草鱼的鳞不好吃。太满了。真的。差不多了。炸得起。生的都可以吃。哇。开吃了。嗯，很重饭的，我就一个差不多可以送晚饭了。
sao nhìn thấy không rõ là nhìn thấy không rõ xong về mình lấy nắp bao cầm này hai cái đều rồi mà nên nó là khoảng ba nắp bao cầm này em rõ thì nó ra chủng này là mềm hà sau bao rồi đang trong nó ươm kỳ rồi bảo à tổ chả nó sống một người đàn chưa chả sống sớm đấy tổ chả làm sao bao sống đằng nó嗯，你当然别，你那个多少钱呢？